刚唱那首歌是很代表恒春半岛一首歌，然后那个足矣的意思就是你的父母给你足矣，然后那个时候的女性是没有嫁娶的自由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会带来很多很多，就是有关于恒春半岛就是的养分一起上来，然后应该会蛮特别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细细聆听这样子。对，大家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团员，我们的鼓手欧飞。大家好。然后我们的 keyboard 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Kiona。对。然后是新主唱。好，我们今天会带非常多的养分上来，所以下一首歌《挂掉》也是。Yeah.
到底在梦听到